Tomorrow doesn't exist like it doesn't exist. I'm gonna fly like. 别唱了，一会儿大卫的来了。他最喜欢的蛋。哇，又是松花蛋，这次你改良了。对呀、啊。上次有网友说这个松花蛋要给他加一些佐料，他们吃的更爽。啊。等一下，有戴笠的。啊。上次亲我那个朋友。啊。还有他的女朋友，还有他女儿的女朋友，十二岁的女儿。啊？他女朋友的女儿不是他女朋友的女儿。你说他女儿的女朋友，爸爸的爸爸小爷爷，小爷爷疯了，他女朋友的女儿，对，这关系稍微有点复杂。然后我们著名的法国酿酒师一会儿又拿他，特别好玩，你跟大家讲一下。他刚才给我们留言说，你不用担心，我现在再去买，给你买两个酒杯。嗯、啊，对。每次去你家吃好吃的，啊、我都会带着。两个酒杯。因为他不用，从来不用别人的杯子。对。自己每次来带一大箱子，里边有他的酒。对。因为他是做那个苏梅利。啊，对，酿酒师。嗯。对。所以他比较那个。你觉得哇，这个料放的很足哎，可以，再放点，多放点，你一定要挑战他们的味蕾。一会儿我们哭了怎么办？你得笑死我们。挑战味蕾，好了。害怕了哟。小杨还炖了一锅羊汤。是。这样的话，一会儿把它放在里边，这样味道会更香，更好吃，更美。嗯，让他尝一下这个二锅头，一会儿。你给你准备的那个花生米是什么？哦。花生米，然后松花蛋，来一个二锅头，好不好，兄弟们？啊，一会儿看一看啊。大卫，本事我爷，大卫的又来了。大卫的给我们带来了四瓶红酒啊，来看一下啊，这瓶是给了你，我给出了13啊，93年的这瓶啊。没了啊，这个Château Lagrange 98，然后这个是98年的。93年的，看这个酒已经有年头了啊！我们的酿酒师就是大方，每次来都给我们带最好的酒。95，95年的。Domaine de Chevalier。哦。Domaine de Chevalier。太好了。然后我们还准备了个惊喜啊！来看看，大卫，妈，二锅头。OK， 看看大卫的敢不敢喝。我们先喝二锅头，吃个花生米啊。OK， 大干杯，大卫上，我们 ACE 啊。OK， 好嘞，一会儿我们就开饭了啊。大卫的和他的女朋友一起来的，给我们两个准备了一个红酒杯啊，非常漂亮啊。对，非常漂亮。哦 ，OK， 好嘞，一会儿喝酒吃饭吃火锅。有幸请到了栗子啊，就是大卫的女朋友，还有他12岁的女儿。啊、对，你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小杨。他是做那个，他是房子的中间。哦，是吗？高端房子了。对，是吧？在那个America Latina 那边。哦 ，OK。然后他女儿13岁。哦。所以我生他的时候和他生他女儿的时候是一样。差不多的。对。哦，行。你问他们吃过中国菜吗？他很喜欢吃、啊。你那红酒是哪子的？三农是最后面喝吗？啊，他第一次吃火锅。我觉得可以让他们试一下啊。好，先吃个鸡蛋啊，我这上当了。先吃个鸡蛋啊，哎、这个我。Lise, tu peux essayer aussi. D'accord, très bien. Mais avec la sauce. Hein. Mais c'est bon, hein, franchement. Bon. C'est pas. Voilà. Allez, regarde. Lise, c'est le premier à manger. C'est bon. C'est bon. C'est vrai. C'est bon. C'est vrai. T'as p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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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s pas.Sur le reportage qu'on a vu, les gens ils mangent directement sans les sauces. Ah oui, c'est pour ça. Elle est pas trop. Tu n'aimes pas? Chloé 不喜欢。来让他们看一下老干妈啊。你问问他儿子。
你问他们可以尝一下老干妈吗？辣的。他不喜欢。俺们知道。大卫的很喜欢中餐，你看。然后那个大卫的打开这个油碟，让他尝一下。喂，油碟。我的。好，油碟。真棒，真棒！俺们知道。他觉得很好吃啊。嗯。让他捞一块肉。捞一块肉，让大卫的尝一下。喂。OK。喂，尝一下，让大卫的。不行，我觉得大卫的吃一块肉得来点二锅头，我得再让他喝点二锅头。来，倒点二锅头。嗯。今天二锅头喝嗨了，完了，这个是中国的吃法啊。就去做。喂。下一段。不错，大卫的已经快成了中国人了。哎呦，得不嘛了？啊，大卫的非常 magic 啊 magic， 他说非常的奇特。在班都，他熟不熟？不行了，大卫的必须要喝点水。哎、我给他倒了点茶，他已经受不了了。大卫的不知道这个炸豆腐是什么。让他尝一下一份儿，哎，这也配啊！这下这个毛肚，我正在给大卫的介绍这毛肚。En fait, on dit, six 上八下 ，ça veut dire que, on monte sept fois, on descend huit fois, et ça va cuire, on mange. 我们打毛肚，大卫的挑战吃毛肚。喂，挑战毛肚，喂。C'est bon? Attends un peu, pas grave. Laissez venir la bouffe. Il faut aimer, hein? Ouais. On va vous ouvrir. Tu aimes bien ou pas? Non, j'aime bien. Ah, David 又开始吃松花蛋了，朋友们。我估计他下次来还会点这个菜。他说他们说我们非常的大方啊。我们不是非常吝啬，因为上次有朋友说我们太少了，对，我都看见了。这次他们绝对吃得饱，对吧？嗯。那个火锅，我跟你说，我那边是辣的，我都快哭了，因为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看到你打开点窗户吧，宝贝儿。哎呀，辣死了，特别辣。已经，大卫的已经辣的不行了。喂，他配啊，谁辣我谁辣。我是可以的，怎么看？哇，大卫的其实还挺能吃辣的，我觉得他还可以的。大卫的吃辣吃的可以。哎呦，毛肚又吃毛肚了。我的天哪！大卫的显示一下他的哎呦，哎呦，给我吃！来，最后一个让大卫的吃了啊！大卫的今天来就是吃松花蛋的，老婆。你看。大卫的让大卫的吃个饺子，咱们上次朋友们说这个没有饺子啊，他们吃不饱。结束啊，结束。大卫套着了，太热了。大卫的这是酒鬼。大卫的很喜欢饺子。吃嗨了，大卫的非常喜欢这个饺子。你做的饺子很好吃是吧？这刚出锅了，他一口就吃进去了，烫着了。看克洛伊，克洛伊 ，c'est bon， c'est bon 吗？哎，这包饺子很好吃。哥，很好吃。栗子喝一下这白酒啊。
Ah, tu veux? Ouais, vas-y, vas-y. Essaye. Allez, bébé. Allez, I love you for I love you. Okay. Yeah. Je remets mon matelas. 他说他把他的床垫要带过来，在这睡。Allez, rentrez bien. Oui. 今天的火锅宴还是比较成功的。啊，太棒了。没吃多少。大卫和他的女朋友特别的好玩，很开心。哎，他的女朋友还挺喜欢喝那个中国的白酒呢。对呀、啊，是我都没法喝。哎，对，他这么厉害、啊、是的是的。 OK， 那让我们的朋友们下次见，继续支持我们央米家庭，下次见，关注我们央米家。